哎呦，您这是打架呀，还是要钱呀？我可没想打架啊，是这小王八蛋先动的手，还咬我耳朵。不就那么简单点事儿吗？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，不就得了吗？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？你妈说了，重帮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，她全负责。现在重帮上学还差10万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爸，我妈说过这话吗？ 这是说过咱得认呢。哎，你们都听见了啊，听见了吧？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，赶紧给钱吧。明玉，你要有钱你给啊，我可没钱。宗明玉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他摆明就是讹诈。你能把嘴闭上吗？对，你闭嘴，听他说。舅，你别生气，他们不出这钱，我出。是10万吧？对，10万。反正多了我也不要。 上学的钱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好，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，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。别的。别急啊。88年，你迁户口，我妈借给你2000元；90年，你找工作，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；99年，你结婚，又找我妈借了20000元。你胡扯！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？这还有呢，04年你买房，我妈还出资5万呢。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，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，花了2万元。05年重帮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。09年重帮上小学，我妈又借给你3万。哎，你们别听他扯淡啊，这都是他胡编乱造的。舅舅，你自己看看，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，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？爸，我就说呢。 我妈去世以后，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。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，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？我一直都纳闷呢。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。舅舅，您说都这么多年了，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？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？就是啊，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，至于花这么多钱吗？ 你就是个吸血虫，你天天吸我们家血。哎，你少王八蛋，你胡说！拿来，坐下。想账本没用，我们那儿有的是复印件。舅舅舅妈，借没借这钱，你们心里都清楚，是吧？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？你每回来，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，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，难怪。 一到过年，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，都让你给剥削走了。哎，不是爸，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？我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呢。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？我年年都寄，年年都不落，5000美元，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年年给家里寄5000美金？是啊。是不是你妈？没有啊。 那你妈这钱花哪儿去了？一定是让你们给装腰包里了。我放屁！空口无凭的，你可不能瞎说啊，姐夫，你这是栽赃。对，那我问问你们俩，你说你们俩也没个工作，那你们老家买那几十万的房子，那钱哪来的呀？哎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说谁老东西呢？说话注意点啊，玩你的。我爸比你水灵多了。你是个老无赖。 我妈天天去看病都不舍得花医药费，就是把钱给你了。我告诉你，要没有你的话，我妈没准还走不了那么早呢。舅舅，借没借这钱啊？我们一家都能作证。你今儿要想要这10万学费，你先把欠我们的20万还了再说。啊，您放心，账本在这儿呢，多一分我们不要，少一分呢我们也不让。不是，我姐记账，她归记账。 可是他从来没说过让我还这些钱呢。就是，哎，舅舅，那也就是说您承认借过这些钱了是吧？小萌，录下来了吗？录着呢。很好，继续。爸，我记得好像是前年过年吧，我妈专门把我叫回来那一回。
不千叮咛万嘱咐吗？说是让我拿那账本，早晚要找舅舅要钱。你们不都在吗？啊，哥。是啊。啊，对对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姐啊，老跟我们说，说你拿走这钱呢，不是不还，是因为众邦小，想让你还几年再还，没想到把你养成白眼狼了，你说？我妈去年还说过这事儿呢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姐已经走了，我不认，你们又能把我怎么地？舅舅，您非要耍赖的话，那咱们只能上法院了。你少吓唬人，别以为我们不懂法，是不是？你空口无凭的，你凭什么让我们还钱呢？谁知道你那个破本子是不是真的呀？我还跟你说了，哼，你要真打官司，你告不赢。你们这一家人真是把我们这一家人折腾够呛，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。这钱哪怕我不要了，也要把你们送上法庭。小萌，联系公司的法务，让他找业界最好的律师，多贵都行，只要能打赢这场官司，我在所不惜。初级法院要是解决不了，我们就找中级法院；中级法院要解决不了，我们就上诉到高级法院。一审不行，我们就二审；二审要失败了，我们就重新上诉呗。我的亲舅舅，你要再这么耗下去啊，我有的是耐心，一定奉陪到底。我们一家人奉陪你们到底。今儿家里也没做你们的饭，就不留你们了。你们还想赖着不走的话，我们只能叫警察了呀。小萌，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呀？非法入侵他人住宅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。哦，那得判几年呀？不多，三年。三年啊？那舅舅出来的时候，众邦都该报完了吧？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。明玉，别这样，咱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好说是吧？你怎么能打官司呢？舅妈，咱俩总共见了不到三回，我跟您真的不熟。哎，别，明玉，毕竟舅舅都是亲戚嘛，啊，稍微冷静点，别非让舅舅去坐牢是吧？啊，对。苏明玉财大气粗，心狠手辣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？你们弄不过他。赶紧走吧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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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。等会儿，借条拿出来。在我这儿呢。看吧，哥。嗯，你爸你妈走了。这件事是你们明玉办的啊，要谢谢他。我凭什么谢他？这事儿要没你、没我、没爸，这能干成？就凭他一个人，这是咱们一家人打的一场著名战役，对吗？那就对了，只要咱们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对明玉好一点，对咱妈好一点。还走吧你。